记录一下，现在早上3点钟，突然觉得嘴巴不舒服，上嘴唇肿了，肿的像那个周星驰拍的那个功夫片一样的，这像个香肠一样的，很疼，这上嘴唇。查了一下，好像是过敏，吃海鲜过敏了。而且不仅仅是拉肚子，所以就嘟嘟嘴了。这昨天吃太多了嘛。就这样吧，应该是过敏，明天去医院看看。现在才早上6:20，我看一下，蓬莱也有人民医院，7点钟，一大清早就起来去看个病，戴个口罩吧。我感觉我变形了，整个脸都变形了呢，像个雷公脸，雷公那个嘴了，像那个香肠倒不像，就是往前拱着，这是要成仙呢，这是。戴个口罩，免得别人看着吓人的。这是我自己认为是过敏了，查网上查的。看一下医生怎么说吧，如果真的是过敏的话，那就我天哪，我这不适合在海边生活呀。这是叫什么，吃的时候不知道有多爽，这后面就一道就是。行，走吧，就这样了，去人民医院。医院还蛮大，内科外科大楼。你好，病人，你先看一下，确认。我看不知道是口腔还是应该看外科。我嘴巴这边肿了，昨天晚上发现肿了。我前两天就发现我是牙龈有点肿痛，我就昨天晚上买了那个叫硫磺上清片吃了，然后晚上3点钟就肿了，整个都肿了。来，我就说你是吃了这个药以后嘴唇肿，还是吃之前？我没有，就我在凌晨3点钟的时候。我知道，就是说吃了药以后肿的吗？还是吃药之前肿？之后肿的。但是之前前天就是牙龈不舒服，对吧？后牙龈。我拍个片看看这个牙，要怕这个牙根儿有问题。那这个和这个肿没有关系？有可能。我吃海鲜。有没有都有可能，这个东西吧，有可能是跟有炎症引起的肿，也可能是过敏引起的肿，都有可能。这个肿不可以避免，因为就是若是过敏，就会过几天它就好了。但是你就跟你总的确定一下，是不是？反正根儿底下肯定也是有炎症的，你这个东西怎么说吧，它有可能是两个一块儿的，拍个片儿了。好了，出来了，再来戴个口罩，再看一看，还是肿的哈。对，刚才口腔医生看了一下，我之前啊，我牙齿啊，在那个淄博那儿啊，吃那个小排骨，当时说过那个排骨吃完觉得有点费牙嘛，就是嚼那个板牙那儿，外面那个太硬了，我觉得有点费牙。然后再加上第二天吃了烧烤之后，牙齿就一直不舒服，就觉得牙龈有点肿痛，就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上火啊，所以昨天就买了那个硫磺上清片去火的。然后吃完以后，不是昨天晚上还吃了那个海鲜嘛，然后晚上3点钟就开始肿了。刚才问了一下医生，医生他也不太确定，
到底是什么引起的，是因为炎症啊，因为牙龈这块。他说上火是西医中医说法，是你们民间说法，按照他们的说法呢就是还是有炎症啊。然后这个肿块呢，他说有可能是吃海鲜过敏，也有可能是这个牙齿的炎症造成的。我原来牙齿有炎症，从来没有肿过，我长这么大就从来没肿过这个样子了，好不好？我估计还是吃海鲜，那个海鲜吃那个里面那个品种其实都吃过，什么花甲呀、生蚝啊，之前也吃过，也没有出现过敏症状。我就是那个海螺是我第一次吃的海鲜的品种，我估计就是那个，我估摸着是那个螺丝那个海螺，我还吃了三个，我估计是那个造成的。然后那个大夫呢就让我去吃点那种抗过敏的药，叫氯雷他定片，然后再吃点头孢，两个药一起吃。他说不管他这个嘴肿，不管他，观察几天。这真是海鲜头一次啊，记录一下，撅嘴巴都撅不了了。我看到这个别人有的图片，吃的海鲜肿的比我还厉害，就真的像那个周星驰演的那个功夫里面那个片子一样的，像被毒蛇咬了的，撅嘴巴都撅不了。哎呦，本来说继续往前面走去烟台的，就继续看海鲜的，看样子没心情了，算了，就在这个蓬莱找一家店住下吧，调整一下。就这种状态怎么好意思到处丢人现眼的。今天一天都戴着这个口罩，这是丑。哎呦，真是好笑吧，你们是不是都哈哈哈哈哈的笑？行，就这样了，找一家酒店休息一下吧。氯雷他定片刚在药房里面买到了，这个是抗过敏的。刚才问他，我说你们吃海鲜是不是就容易像我这个样子，给他看，他说每个人体质不一样。我原来真的吃海鲜没有这种反应，看来现在身体啊确实是混乱了，感觉免疫力啊，或者是那上次阳了之后啊，身体还是抵抗力啊差了啊。对了，你看现在这个太阳晒在身上一点都不热啊，感觉还是很暖和的。武汉你知道吗，早上我跟老婆说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热得受不了了，37-8度天天。你看我现在把厚衣服穿上了，这个牛仔裤终于还是带对了哈、都还冷。睡的那个车里面，特别是昨天在那个海边睡一晚上，那个海风吹感觉都还有点感冒。哎，干算了，就不走了吧，找个地方酒店调整一下，休息一下。现在已经晚上了，已经烧了，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。然后呢，有的肿了之后情况还是肿的，然后脸也肿了，然后还有伴有低烧，症状。脸这边也肿了，这里，这是12个小时之后的样子。希望明天能好。第二天30个小时了，好像还是肿的。现在已经是38个小时了，感觉好像是不是消肿了一点，好了一点。
然后这里面特别痒。我原来呀，这个嘴唇里面曾经摔过一跤，这里面有缝过针，缝过四针吧，那里面相当于说里面有伤口，现在就是那个伤口特别特别的痒，我估计还是过敏。然后现在还症状就是还是烧，37.8度，一直在昏睡，但是明显感觉脸好像是趋于好的状态啊，继续睡觉，希望明天就好了。